我一定改，一次改不了就慢慢改。干嘛？你这是忙了一天，累糊涂了。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明白。明白什么？明白我比你差在哪。就因为我帮柳莲的孩子做好了之后的安排。你想的比我还周到。你说了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？你就是想说我比你强呗，这我都知道。 病人现在在院里自杀了，上级不仅要调查产科是否护理不当、管理有缺失，还得看谁跟患者接触最多，可能导致自杀的关系最大。那就是说，陆晨曦要负主要责任，是吗？陆晨曦这件事情，说到底。 就是他只想治病救人，心太急，没注意沟通方式，所以吊销行医执照应该不至于。最坏的情况，留院查看吧。既然是这样，不如干脆让他走吧。走？走哪儿去啊？